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明镜编辑部》。今天是5月21号，我今天代替陈小平博士，来为大家主持。在历史上，华人来美国时间非常早，然后在美国的参与啊，也逐渐的扩大，但是在过程中间也有很多痛苛的经历。那么现在呢，在华人社会当中，或者说更广而及之，在亚裔社会当中，对于美国的参与越来越觉得有必要，而且呢，我们也鼓励大家能够共同的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我们今天呢，就要和我们的朋友们大家来呀，听听看，多年来从事于亚裔参与美国社会工作，而且是卓有成效的人来谈。我们今天呢，要请这个蔡德良先生，他是这个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华府的会长。我们请这个导播把我们的这个嘉宾请进来。蔡会长您好。您好。这个在我们诚如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您在这个美国的很多年来在推动这种这个亚裔参政。我们先来跟大家谈几个具体的事例。在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啊，有几件事情非常值得提，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啊，就想从这几个地方来切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或者也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让美国社会重新认识华人的贡献。一个呢，就是这个铁路华工啊，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东西横贯的大铁路啊，对美国的国家发展至关重要，让美国变成一个更紧密团结的一个国家。这里边的华人呢，那真是牺牲啊惨重，或者是付出了这个鲜血生命的代价。那么，可是在这个华人的这一方面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这个最不幸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说在当初铁路啊连上线了，会师了，可是呢，在这个历史镜头上居然没有华人参加，但是终究华人在这几年呢，这个成为美国的这个劳工名人堂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且呢，也让这个华人的这些当年的所谓的血泪劳工啊，让他们的后人再重新到当年呢铁路兴建会师的部分来这个合影，来弥补啊这个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缺憾。我们请蔡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分享一下当初怎么样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的，蔡先生。是当初呢，一开始是大家觉得说这个美国这个主流啊，对华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啊，这个没有真正的去认可和承认这样，所以有几个单位啊就在努力做这个事情。那时候是公共事务协会也好，美华学会也好，百人会啊，都参与这个活动，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这个成果。后来呢，就是我们刚好碰到这个有几位参议员呢，很愿意这个就这方面来一起来工作，所以那时候这个薛海培先生啊，这个林敬忠先生啊，还有好几位这个都努力。主要一个就是我们在众议院有这个华人的国会议员，那时候主要就是 Judy Chu，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赵美心议员呢，他很愿意开始做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跟他见面以后，我们就开始发动这个浪潮啊，让大家能够 endorse，所以也蛮快的，那个众议院就通过这个案子。因为主要就是说，真的是现在国家的力量强大了，这个美国政府就必须要承认这个华人的存在。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跟中国的崛起还是有点关系的啊。那之前呢，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去承认，就主要他们不认可，也不愿意承认中国人的存在或者中国人的一个贡献。所以呢，那个时候你不管怎么做都非常困难。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会出排华法案，也是因为需要中国来帮忙这个对抗侵略国家。所以那时候才会有这个承认这个，所谓的这个废除这个排华法案这个案。那么后来这个就是说要求美国国会道歉，这个案子呢会通过，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当然，华人在这里不断的努力，像美华协会啊，像同源会啊，就
这个像桃园会有百年的历史啊，都不断在做进行这个历史的保存跟努力。所以现在有个新的单位叫做1882这个学这个基金会也在做这个工作。那么美华协会在这边花了很大的力气，也做了很多事情。那么现在呢，这个就是 APAPA，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亚太公共事务联盟，也接手了这个华工的这个遗迹的奋斗跟这个在铁道美国铁道的修筑上面的这个工作呢，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恢复，那认可这个华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结果呢，就是在花了3年的时间呢，那么美国参众两院都通过了议案，承认华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在这个就是排华法案方面呢，对华人做道歉认错的工作。嗯哼，是这个我们看的这个历史上的照片呢，虽然是这个并不是特别多，就是说比起华人当时应有的贡献，或者是如果今天的新闻媒体报道的话，那应该会留下更多这个非常确切的记录，或者说是有更多这个照片影片，当然在那个年代就没有留下那么多，但是毕竟啊，这个华人的这个贡献得到了肯定。这个蔡会长刚才提到的这个排华法案呢，您提到说在抗战的时候美国需要这个中国来帮忙，一起来对抗侵略者，所以呢把这个排华法案给停下来了。可是我们这个回顾历史啊，这个排华法案的时候，那是针对华人，然后美国社会有一个这种排除的这种心态，或者是说这当时就觉得这个华人呢简直就是所谓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所以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些这个当年的这些漫画就可以看得出来啊，美国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华人的这种接受的程度，那他只是接受他来做工人，然后呢他甚至不愿意接受他在美国有这些这个正常的购屋置产或者是在这个婚嫁等等的这种权益。所以当时的漫画还有这个中国人必须要走啊，这些历史上的一些这个让人今天看起来虽然100多年了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极大的伤痛。那么如果我们来这样请教这个蔡会长啊，在推动这些工作的时候，您说到了有社会共同的参与，有这个所谓这个中国崛起在美国的影响，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在国会里边也出现了华人或者是这个华裔。那么这样讲起来就是说华人呢在美国社会或者说亚太裔也是，你如果在美国社会要得到更多的理解吧，且不说尊重，要得到更多的理解，我们就必须要有更深刻的或者是更广泛的参与，是这样子吗？当然了，就俗话说得好，就是你想要这个获得认可，你要坐上桌子上，坐上桌子上你才讲得出话来，人家才承认你的存在。所以要坐上桌子上呢，就是要在美国的话，尤其在民主社会的话，你就是要参选，就是要选上了人家才会承认你的存在。所以这个排华案能够废除，能够这个得到这个承认说是错误的话，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这个赵美心女士也好，那时候的这个还有几位这个像孟昭文什么，他们都非常愿意这个支持这个法案，来这个认错道歉。所以我们的人在里面，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这个谈判的那个能力啊，才有这个筹码可以做。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很高兴的就是在前年这个皮特梁的案子以后呢，这个纽约警察这个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以后呢，那么华人现在参政是风起云涌，因为新一代的移民发现，要不被变成二等公民，或者不要被承认华人的权益，最重要的就是要参政。所以今年发现呢，今年尤其是今年这个华人这个参与选举的比例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所以呢，不管你能不能选上，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机会，最重要就是说你有参加，那么他们就承认你的实力啊。那么美国主流社会就承认华人的这个实力跟权益，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很好的开始。所以现在呢，在加州已经是非常多的人参选了。全美各地呢，不管是参加各级选举，不管是这个郡的也好，州的也好，
联邦的这个选举也好，今年的人特别的多，华人也好，亚裔也好，都特别的多，所以这个在美国已经形成一个风潮，因为这个也反映出来这个亚裔或者华裔呢在美国社会的力量，也反映出这个亚洲尤其是东亚方面的经济的成长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延伸，所以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好。至于能不能得到这个美国主流的社会的完全的这个承认呢，就是靠我们这一段时间的努力，尤其在这个未来半年呢，从现在开始到这个11月的这个普选，这个华人也好，亚裔也好，能够得到多少的承认呢，这是我们期待的，所以大家一起来努力。是这个中国人常常有这个所谓天高皇帝远呢，或者是这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饮，而食早景而饮，地利于我何有哉？其实地利于我大有哉啊。那么刚才蔡德良先会长提到的说这个参选，我想这个参选呢，不只是说未必是说自己要这个投入选举，而这个所谓投入选举，说未必是要自己成为候选人，而是要参与这种选举活动，要让声音被这个听闻到。我们这个想到了，在您刚才讲到今年呢，这个华人参选的这个比例啊，比以前大幅增加。我们也想到了这个骆家辉先生，骆家辉他当初啊，这个在参选的时候啊，受到广泛的关注。后来呢，他这个不但是做过华盛州的州长，做过美国的商务部长，后来还做过美国的这个驻华大使，是这个当时是奥巴马总统提名他这个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那么这样讲，这个请教蔡会长，骆家辉这样的例子啊，他在那个时候啊，可能是一个特例。我所说的特例就是说，当时并没有太多人参加，可是骆家辉一直很清楚知道他的这个亚裔华裔的背景。他讲过一段话，说当年他的这个祖父吧，来这边打工，到今天这个他住进这个州长官邸，这两个地点中间相距大概不到一英里，却走了几十年上百年。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这种华人参政，因为我们毕竟啊，跟这个美国的这个比方讲文化啦或者宗教啦，这个很多的背景不同，是不是华亚裔这种参政到今天呢，对很多人来讲仍然是一种障碍，至少是在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是因为一般来讲，新的移民来到这里呢，他们就是大家都希望，就是说来到新的一块土地的话，希望能够从根做起，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但是呢，觉得说这个地方我只要遵守规矩，我就得到我该得到的东西，人家就会尊重我。可是很不幸的呢，慢慢的工作了一阵子，才发现说很多事情呢，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公平的这个认同，所以呢，才会想要做。可是要做的时候，就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一起来做，因为很多事情要做的话，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要需要有个社团，有个组织能够来支持你，能够一起来把事情做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呢，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团体的力量也很重要。那么当然机运也很重要。像这个有很多时候呢，就是刚好有个位置出来了，那么不是很多人来抢这个位置。那么经过多年的努力呢，自己也发现说自己有这个就是这个累积足够的实力，也累积足够的人望，可以发挥一下，所以才可以构成这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是有很多人很努力的在做，而且是很勇敢的去做，但是不会成功。不会成功的原因其实最主要就是不够团结，或者是没有形成一股很大的一个就团体的力量来一起做。所以这个因为亚裔，虽然说亚裔或华裔呢，其实混着很多不同的族群，因为从不同的地方来也好，有不同的政治思想方法也好，所以呢，这个要团结在一起，有时候还相当的困难。所以很多时候反而是需要有趁这个机会，比如说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这个纽约警察 Peter 梁的案子一样，那么就是说大家发现这个事情，发现说大家不出来争取权益的话，自己就会被踩在脚底下。嗯。所以这种东西有时候是要有个危机，然后趁机而起才行。所以虽然说是这个，我们并不需要发生悲剧，但是有这个悲剧的时候，就要用这个比较
积极的眼光去看它，利用这个机会，然后可以做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蔡会长，您刚才讲的就是要这种透过这种组织的力量，而不只是个人，而且这种组织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什么地方可以切入。这个我注意到您今天这个衣服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阿帕帕亚太这个公共事务的这么一个组织。我们刚才准备的给大家提供的照片呢，那是在佛罗里达那个地方成立的，虽然离华府好几千里远，但是呢，你如果要让你的声音得到听闻，或者说要让你的权益啊得到应有的保障，就必须要有更积极的参与。那么这个刚才啊蔡德良提到的，就是说很多不同的组织，我也想到就是恐怕也有很多不同的选项。那举个例子来讲，这个在这个美国的这个选举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要选这个教育方面的委员，那个参与的人不是很多，可是呢教育却恰恰是让美国社会或者帮助美国社会正确认识亚裔的这么重要的途径。比方说我的理解，像在我们华府近郊啊，现在就是在这个老师的这些参考材料里边就增加了有关于抗战的时候中国的贡献。因为美国的孩子啊，读这个历史教科书啊，这个二战的时候仿佛就是一个欧洲战场，然后呢就是这个美军在太平洋战区的这个贡献，但是中国人在抗战时候这些重大牺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可是在这个现在就让这个至少在华府地区这个老师的参考的教材里边提供他们这样的讯息。这个华人参加这种如果是要去角逐这种教育委员的，那这种几率有多高呢？其实是蛮高的。有些时候呢，我觉得很多时候要从头做起，从这个基层做起。有很多人的这个一参选就要选到这个国会议员，这是好像是有点跑得太快了一点。那么在美国，我一般来讲从地方基层做起，第一个就是选学习委，因为美国的一个基本的做法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各地都有学区啊，有时候一个郡好几个学区这样子啊，一个市好几个学区，学区委员呢是最接近基层的，最容易动员那个家长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都不太管的，但是为了孩子的事情呢，他们都站出来管。所以呢，这个选学习委员其实是最好的一个跟往上一步走的一个最好的捷径。所以我碰过好几个例子呢，就是选上学习委员做了一届两届以后，就当郡议员，然后就可以选这个州议员，然后就可以选这个国会议员这样。那么这个这一段路子要从基层开始，从学区委员开始，这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嗯哼，对，所以我们这种参与啊，本来也就不用这个所谓的好高骛远呢，或者说是这个骆家辉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但是成功的定义呢，您刚刚讲这个学区委员，他真正能够让家长关心的事情啊，得到适当的表达机会，这也就是一种成功嘛。我这事情呢，在很多时候啊。这个要动员整个华人的社区的话，学区委员比较能够动员这个学生的家长一起来团结。我们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看到，这边我们华人这个教育这个所谓的华人家长协会啊，就动员的非常好，让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议员啊、郡议员啊、郡长啊都吓了一跳，说哇，原来有这么多华人，有这么多人愿意站出来。所以他们的动员力是一个新生的力量，但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其实各地呢，这方面都做了很多。在教育单位对华人或亚裔不太公平的时候呢，这些家长就很容易被动员起来，那而且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受到很大的重视。所以在华府近郊，就是在几个月之前吧，这个。办了一场活动，这个因为朋友就是说，哎，我们也去听听看吧。虽然我们的这个孩子大了，但我们看看，对，就是一个有关教育的议题。结果没有想到哈，来了五六百人，真是这个座无虚席。然后呢，这个郡长就来了，或者这么讲，如果那天是这个十五六个人的话，人数少少的，那恐怕就不会得到太多的重视。我这个坦白讲。我不太记得当时郡长给大家讲的什么话，因为他这个教育我的孩子大了，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可是呢，
当时的场面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个郡长啊，从头参与到尾。他说郡长说他那一天有12个行程，那可是在这那一天，这因为有一个五六百人一个很大的场面，所以这个郡长的参加啊，那就是从头做到尾了。那一次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就后来就好几位这个华裔呢，就决定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决定说应该要参选，他就受到这个郡长也好，这个议员的鼓励啊，就说我们也要参选，我也要参选，而且发现说华人的确有这个实力，所以呢，那一天其实那一场就鼓励很多人后来参选，而且我们也希望呢，他们真的能够成功，能够进入这个主流的这个社会，能够为华人讲话。嗯，好的，蔡会长，我们接下来就想跟您讨教一下，就是这个，因为亚裔的范围很广，您讲各自不同族群，我们如果把它缩小到华人的话，华人也有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地方，这里边的背后有的时候也牵涉到一些这个政治背景的因素，这个会不会比方说有人从大陆来，有人从台湾来的，这个立场就不尽然相同，对某些议题，这会不会影响这个在参政的时候啊，这种意见呢或者力量的分散呢？这当然会啊，因为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行事方法不一样啊，有时候价值观念不一样，有时候对于事情的这个轻重缓急的感觉不一样，那么都会产生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一般来讲的话，你正常的情况下来参选，一般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华人的力量集中在一起。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就是你的权利，你在美国的权利受到侵害，那么你觉得说你必须要站出来，这个时候大家还会团结一致想到说，哦，我是在美国的华人。我不是说我是从大陆来的华人，我是台湾来的华人，我是从香港来的华人，不是这样想。他想说我是在美国的华人，我要为我自己，为我的下一代争取权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抛弃我们在这个原来的地方的一些纷争，这个分歧，能够一起来在美国争取自己，争取下一代应该有的权利。所以呢，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往往需要利用一个突发事件来这个，来团结大家一起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做这里想要做的事情。嗯哼，是这个蔡先生，我们知道您啊，还有您刚开始就提到了好几个人呢。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就是，这个事情本来就虽然今天您是来接受我们的访谈，但是您是一个代表，与您一起推动这个工作的，或者在您背后支持您的有很多人。那么，是不是跟我们谈谈？在您当初来美国的时候跟时至今日在美国，这个华人跟美国社会的参与啊，有些什么样这个不同？我相信是很大的不同，但是有没有一些您自己的感受？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人家要你做什么，这个不管是学校也好，公司也好，你的单位，你的老板要你做什么，你都就是只有接受啊。那么譬如说美国政府，譬如说你像我们在华府近郊比较容易做联邦的工作，那么假如说你这个政府单位要求你说要有这个安全调查啊什么东西，你就接受，你不会觉得说我的人权是不是受到侵犯。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们来就是接受他们的规矩，但是不知道说这个规矩有时候是人定的，有时候是我们也可以参与制定这些规矩。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只想到说要遵守规矩，要跟着规矩走，跟着这个人家定下来的规矩走。那么现在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就觉得说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应该参与。所以呢，现在我可以发现到在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说，你有个政治活动，任何政治活动，不管参选啊，帮忙选举啊什么，华人大概都不会参加，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帮忙选举啊，帮忙参加这样。但是现在都会了，现在呢有很多人呢动员自己的孩子参加竞选活动，参加这个实习，到这个政治人物的办公室做实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读政治方面的这个科系啊，那么也会希望呢这个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家里人呢有空了就是参与这个竞选的活动，帮助竞选的活动，甚至于进一步的就是说鼓励自己家里人呢去
这个参与竞选。那么这个在以前就是不可想象，不可想象的。但是现在呢比较容易推了，因为以前来讲你找哪一个说要去选举，他会说你在害我。那现在觉得说我可以考虑考虑。那么就是主要就是有没有这个足够的团结，有没有足够的财力，有没有足够的这个丰富的经验，这样可以一起来参加。所以从三四十年前到现在来讲，华裔的社会其实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了，思考的方式也产生很大的变化了，已经不在于变成这个这个所谓主流社会感觉的这个乖乖牌，反正我跟你这个募款要钱你就给钱，你也不会多讲话，你也没有意见。那么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就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意见，而且觉得说我应该讲出来。我觉得说我们华裔呢有很多思考方式意见呢，其实是对这个美国社会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不管在台湾、大陆、香港也好，我们做很多事情也做得很成功。那么这些做法呢，应该得到美国这个主流社会的认可，甚至帮助美国社会来改进。所以呢，这个思考的方式已经完全相反了，所以已经有很大的进步。您刚才讲这个很大的进步啊，然后谈到有关于这种募款的这种例子，我听一位朋友讲，他说啊，以前嘛总是这个所谓的将本求利啊，我今天这个钱捐给你，虽然是个小额的捐款，那也是我打工啊，一个小时几块钱慢慢累攒下来的，所以我这个钱捐给你的时候，我总还是会想到要有所谓的回报，或者说我算算看划不划得来啊，捐给你结果你选不上呢又怎么样了呢，我这钱不是不就打了水漂了。但我这个朋友讲，他说现在啊这些观念呢慢慢就改变了，就是说这个人出来选举未必会选得上，我还是支持他，因为他出来选举这件事情本身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对，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能够造一个势，能够把有机会讲话，尤其在说这个候选人之间的辩论也好，提政见也好，能够把一些事情讲出来，有这个机会来讲话就很重要。所以呢捐一点小钱或者是捐一些钱，就是要找到这个机会来讲话。那么就像您刚刚讲的，不一定选得上，但是会制造一个风潮，制造一个趋势，甚至制造一个舆论，能够让这个我们的意见能够得到表达，我们的这个立场能够得到承认。这样子，所以这个竞选的过程，一点点捐款是必要的，而且是很有帮助的。以今年来讲，我碰到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募款活动啊，已经有很多华裔参加，而且非常积极，捐的也蛮多钱的。那么通常呢，这个都是不是要求回报的，也不是说有什么勾结啊什么之类的，都是要求能够这个人能够坚持下去，选到最后，至于能不能选上就无所谓了。对，我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很多华人呢，他对于这种所谓的参与啊，当然不一定是投身选举，也许是参与，也许是到那个竞选场子啊，或者是这个更广泛的所谓的参与美国社会，常常担心呢自己的这个英文不够好，或者是有腔调等等。后来看到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呢，他说那个阿诺斯瓦辛格，你觉得他的英文怎么样？那很重的德国腔啊。或者说这个有这个朋友他到这种亚裔的这些这个场子里，不一定亚裔，也许东欧的人场子里，发现哎呦，我们华人讲英文那个腔调还比他们清楚得多。不管你的表达能力如何，其实美国就是一个移民社会，美国人大概也没有期望你的英文能够讲得像我们的下一代那样所谓这个标准的美国英文，所以语言或者你的表达不应该成为你对美国社会参与的一个障碍吧。当然当然，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意见有没有表达的机会。那么现在呢，尤其你愿意捐款，你愿意积极参与，你很这个热心的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的话，他们就必须要听你，他们就必须要耐心的听你这个讲话。所以这个当然是，当然英文讲的好是有帮助了，但是最重要就是有没有内涵，能不能讲出一些东西出来。然后不是搅局的，人家会认为说你这个没什么事就要讲话，英文再好没有用，因为浪费大家时间嘛。所以这个应该不构成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应该积极的讲话。事实上我们碰到很多议员啊，
候选人呢，都很鼓励你来讲话，表达你的意见，因为他们也想很想知道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东西他们可以做的，可以帮助你的，所以非常有帮助，就是讲话讲出来。嗯哼，对，因为在看美国这个教育，他鼓励大家发言。那中国人这个传统上啊，比较喜欢比较是这个服从权威的，但是就像蔡会长讲的，那个权威啊是人定出来的，我们呢是有权利参与，甚至我们是有责任来参与，我们要制定一个或者说要修改一个是一个符合最大多数的这样的一个法令和规定。这个在对很多华人来讲啊，至少是来这个美国来这个移民的第一代，恐怕这个所谓的参与，所谓的积极的表达，在心理上啊，恐怕要有更多的，或者是彼此之间要有更多的鼓励，这个恐怕还要继续努力啊。是是是，这个我们希望这个蔚为风潮以后，今年能够会有一些人是成功的选上，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呢进一步的参与这个选举。那么不管是鼓励自己的孩子参加这个竞选活动也好，或者鼓励这个自己的家人能够参与选举也好，或者是自己呢能够参与这个所谓这个政治上的募款活动，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有帮助。我相信这个已经蔚为一个风潮，而且将来会更积极的在做。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开始，今年应该有很好的成果才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可以看看在这个华人的家门口会不会定下牌子，某支持某某某某人，这个在过去不常见，对不对？对对对，现在就已经很多了，到处这个放这个所谓的这个压扇啊，这个非常多，所以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华人比较聚集的地方，很多这个候选人都很愿意呢拜托这个华人呢能够放一些那个压扇，这个非常有帮助。好的，这个我们今天呢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这个亚裔参政啊，从历史上的一些不幸事件呢，然后到今天华人的参与越来越积极，我们希望未来啊华人的声音呢能够在美国的社会，不只是华人，其他的少数族群也是，声音都能够被听闻到。然后我们也这个看到了现在就在最后这个蔡会长讲的压着sign院子里面插牌子。那以后就我们也注意到了，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比方说华人的超市或者是华人的这个新年的活动的时候，这些这个美国的政治人物来的也比较多了。那么最主要就是我们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声音能够在美国的社会这个得到听闻。今天民进编辑部非常高兴能够邀访到华府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会长蔡德良先生，谢谢您蔡会长。谢谢。5月11号的民进编辑部节目就为观众朋友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各位观众好，阮明老师好，我们大家好，我们呢这个历史民进节目啊，下面接着讲周扬，请阮明老师讲周扬。周扬的话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好几个小时了，讲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每一个小时呢，每一个小时，阮明老师都是细细道来，所以原来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长时间，我当时我提了8个问题。但是现在讲下来的话呢，现在还是第5个问题还没讲完。上一次啊，我们讲的第5个问题讲了一部分，这一次呢，我们就想请阮明老师接着讲。接着讲什么呢？这个问题提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文革后期，1974年，周扬呢那个时候就算是恢复自由了，慢慢的回到政治生活当中。在这个时候呢，阮明老师呢也从宁夏回到了北京，跟周扬呢就有了继续交往。继续交往当中的话呢，听周扬呢就讲到了对历史上很多问题的反思。上一次给我们讲了对30年代文艺论争、对鲁迅的看法上的他的反思，以及在这个反思过程当中，他想做点事，但是没想到呢，又胡乔木、林默涵呢，他们又差了一杠子。
于是30年代的这场，这个当时的那些这两条路线也好，叫宗派主义也好，这些论争的话呢，恐怕就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以及到延伸到文革结束以后。当时对这些问题啊，很多人他们还是在搞，继续搞宗派主义，啊，但是搞宗派主义呢，应该说就不是周扬这一方了，而是林伯涵这一方。另外，对延安整风，上次阮明老师也讲了，周扬对延安整风有他自己的看法，对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间他的这个举措，是吧？毛泽东是不是有帝王思想？帝王思想，这是阮明老师当时对这个毛泽东的看法，但是周扬呢，他不同意，他认为当时延安整风呢，还是应该说是解放思想的。最后呢，谈到文革，啊，上一次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阮明老师是讲到文革，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有人认为呢，就纯属是权力之争，到现在也有这种看法，包括前一段时间我跟别人有些人争论呢。他们就认为文革呢，就是毛泽东要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这个跟您刚才说的这个帝王思想多少有些联系吧，就是认为，所以为什么后来提出来，就是不光是把权力从党天下，从党完全掌握到自己手里，自己甚至要搞家天下，这种看法呢，我是觉得我是不能同意吧，而且也缺乏史实，有非常坚强的史实的根据。当然我这个扯远了，我们还是请阮明老师说，就是上次您没有谈完的，就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您刚上次讲到了，就从1966年的516通知到1966年8月8号通过的16条，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这个中间的话呢，毛泽东他这个期间是在湖南的滴水洞，他的思想呢，这两个文件反映出来，毛泽东的思想是已经有了若干的变化。上次讲到这儿，就请您接着往下讲。这就是跟周扬谈到毛泽东的问题了，就是涉及到文革。那这样就是很明确的啊，毛发动文革，不是为权力斗争争几个人，啊，他认为是为克服党的异化。啊，就毛看到，啊，苏联，啊，对共产党变成一个特权阶级的党。那中国，他认为也有可能，甚至已经有部分的，啊，已经有变化了。啊，所以说，毛泽东对发动文革呢，这样认为，他如果说是为了权力斗争，他权就在毛泽东手里啊，毛泽东有自信的。是吧？彭罗罗阳开一次会，毛泽东不需要参加就解决了。啊，那你要真是要解决刘少奇，啊，那毛泽东主持一次会，难道解决不了吗？再说邓小平，毛泽东要他下他就下，毛泽东要他回来他就回来，毛泽东要他下他又下。他说这个毛泽东的权力没有丧失过，这样认为毛泽东的权力从来没有说。已经大权旁落了啊，落到刘少奇，落到，啊，落到这个，啊，这个邓小平，他是都没有嘛，包括后来林彪，啊，他要解决谁，都能够解决，南巡林彪就吓得逃跑了，啊，所以说毛泽东是为了斗几个人，啊，他说这个是说不通的，啊，那么这个观点呢？我是同意的，啊，我说从516通知，确实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为了夺权嘛，啊，清除这个躺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啊，可是到了88文革决定，就变成要发动群众，啊，来改变那个，啊，党内的一些阴暗面，那我。那时我说他的思想转变的在滴水洞，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滴水洞的时候，啊，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这个文革的50天里头，啊，斗了那么多人，啊，包括抛出一些
中央到省啊各省的领导干部，包括到那些老师、专家等等啊，这个我在讲陶铸的时候，嗯，讲过，都谈到过了，还当时还整了很多所谓的反动学生啊，反动学生，还有什么三家村、嗯、啊，全国各地的都有三家村啊。那么当时这样一个局面，就是说你把他派工作队去啊，正像陶铸讲的，还是这批人从这个单位跑到那个单位啊，所以说毛泽东还包括陶铸最后修改的十六条啊，就是说要把权力运动的权力啊放到群众来，由群众来鉴别。当然这个方法最后证明也是失败，对，因为他群众鉴别不了，对，你这些学生他怎么鉴别呢啊，特别是中学生，他就知道打老师啊，到底哪个老师是修正主义，而且老师有多少修正主义啊。所以说这样一个普遍的来发动群众来，一定要搞乱的嘛啊。所以啊，所谓林彪的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没有这个天然合理啊啊。所以说你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把权力交给人民的一种制度啊，民主法治法律的限制等等啊，这些问题后来包括那个周扬后来研究的这种人道主义啊，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不尊重这些东西，那你当然就是搞乱了嘛啊。所以说周扬同意毛的那个所谓克服党的异化的啊这样一个思想啊，那我觉得是确实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可是克服异化不是采取那样一种群众运动，而是采取改革，改革也就是要把权力交给人民啊，要让共产党的干部啊，人民不要异化，就是人民公仆异化为人民的主人，还是回到公仆，还是尊重人民的是主人啊，你来解决问题，按照那个制度法律化民主化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就是这样的最后那个最得罪的邓小平他们的那样一个深刻的思想啊。当时那个法林说我说他说的不对，说这样没有他的影响力，我是说周扬他这几个思想都是很有影响力的思想，但是确实这些影响力，因为他的影响力，人们还没有看到，可是那些异化力量自己感觉到了，所以非要把你封杀不可。对，他们感受到威胁啊，所以说这样这些有影响力的思想都受到了封杀啊。我刚才上次讲的啊，鲁迅研究协会、鲁迅研究室刚刚办起来，还没有办出什么来了啊，马上就被夺权了啊。那其他的都是一样啊，异化人道主义刚刚讲第二天啊，胡乔木就来制止来了啊。后来告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异化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基因啊的根源啊。所以说他每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啊，没有等到他为大家所接受，就已经被反对这样的思想的封杀掉了。你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啊，法林先生没有讲的错啊，这影响力至少没感觉到吗？法林先生都没感觉到，对，那一般老百姓更没感觉不到了，就是非常可惜感觉到的就是邓小平、胡乔木、邓丽君这些人啊。这个所以说从后来学生起来受到压制，毛泽东在滴水洞的时候听到的这样一些全国的情况当时是中央文革反映去的说不定也有夸大也有什么，反正这个情况当时确实是不变的当时我去看北大清华的大字报那个时候确实是那凯达夫就是受围剿嘛凯达夫讲了一句
毛泽东的思想也可以分为啊，啊，就是说是共产主义就说他是反革命，啊，那后来毛泽东说，那我的思想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啊，不能一分为二，那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嘛？啊，所以说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啊，那毛泽东认识到不是单纯改变接班人的问题，是整个党，啊，怎么样能够，人民的，能够为人民服务呢？还是说，你已经做官当老爷，不许提意见，啊，对工作组提意见都不许，啊，工作组有错误不能提意见，一提意见就是反党，啊，就是反革命，啊，所以后来。啊，后来我们在讲操作的时候也讲到啊，说操作时候怀疑一些，啊，那为什么不能怀疑一下呢？啊，怀疑一下不等于要打倒，是吧？陶铸还发明了一个陶瓷菩萨嘛，啊，你一个泥菩萨，按青春烧一烧，接受教育变成陶瓷菩萨，啊，后来我一直讲周扬，啊，就是泥菩萨烧成陶瓷菩萨的一个典范嘛，啊，他过去。文艺沙皇那么多人对他有意见，当然有的也不是他的自己的过错，他也有身不也有己的一面，但他后来，出来以后，完全变了嘛，经过烈火的锻炼，两个癌症，生理上的、思想上的，后来变成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一个，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思想家。理论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啊，虽然最后被打击失败了，啊，消灭了他的声音，可这个声音现在还存在，啊，虽然没有给发散出来，总有一天会发散出来的，啊，他要讲的那些异化的现象要通过改革来解决，总有一天要解决的，啊，所以这一点中央也是有信心的。啊，所以他不检讨啊，他认为他是对的，啊，胡晓沫是不对的。这个我们下次谈到异化的时候，啊，还可以详细的谈他跟胡晓沫的这一场争论，这场争论是很激烈的。啊，所以说，谈毛泽东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也是比别人深刻的。啊，那现在很多人讲毛泽东就是为了权力斗争，啊，就是为了。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没有什么迹象嘛。那毛泽东一个儿子就早就去世了，毛岸英，啊，所以说他要家天下，啊，我看如果说他要家天下的话，比他要家天下的人，啊，更多。我觉得陈云至少也是一个吧，啊，那个是。不但是嘴巴上讲啊，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的指力，要提拔我们自己的指力，而且他的成员就是提拔起来了嘛。特别是啊，那个苏联政变以后啊，那个是成员搞了一个什么东西啊？那当时的舆论都宣传，好像成员要取代那个江泽民了啊，都有这样的文章都出现了啊。最后呢，要安排他当。北京市委去当书记，大家都知道嘛。当时连个北京市委的委员都选不上，啊，只好派他到什么人民银行，啊，到银行里头去做什么行长。谁要家天下呀？啊，问题自己的儿子不成器，家不了天下了，啊，还不如金正恩呢。啊，选不上吗？啊，多少人选不上？当时老百姓对这种家天下。非常的反感的，那毛泽东要家天下，他干嘛要派那个王安英到朝鲜去啊？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批判毛泽东家天下的人，比毛泽东更家天下。问题是谁家天下又家天下不了？中国自从满清灭亡以后，没有一个家天下成功的，袁世凯家天下也成功不了啊。蒋介石要家天下，不但在中国失败了，在那个台湾也失败了，他让蒋经国继承，蒋经国就把政权还给了台湾人民，
实现了民主化，啊，所以说这种历史潮流，啊，那是确定的。当然，现在中国，啊，现在还没有实现啊，像周扬他们那些改革开放时期的深刻的思想家、理论家啊所指出来的这样一个方向。啊，所以说周扬的途径，克服异化这一点上，啊，他跟毛泽东，啊，是有共同点的，但是周扬并不是要搞毛泽东这样的，啊，文革，他的途径就是改革开放，啊，就是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领导的这样一个，在结束文革以后，啊，通过改革开放的道路走向现代化的这样一个途径，啊，所以说现在大家很矛盾啊，啊，又否定华国锋的粉碎四人帮，又要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作为共产党主席的华国锋自始至终领导的一次会议，而且这次会议的特点就是让大家讲话，包括批评华国锋自己，而且自己也承担自己错误，比如说两个反思，啊，所以叶剑英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啊，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当时华国锋他们支持的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这就是三中全会的路线吗？是华国锋主持的三中全会的路线吗？难道后来就变成胡乔邦那些人篡改历史，说三中全会的路线是建设思想基本原则？两个基本点，建设思想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计划，另外一个呢，改革开放，啊，坚持资产阶级，坚持思想原则就反对资产阶级计划，那怎么可能改革开放呢？自由都没有了，啊，还改革开放，啊，这根本就是三中全会的时候，根本思想基本原则没有没有啊，你看，嗯，啊，过了好几个月才提出来，啊，你看那个邓小平的那个讲话，你拿出来干吗？七朝中就成员中间有我一个啊，现在说是什么三中全会，邓小平讲话是主题讲话，主题就是坚持思想原基本原则，思想界思想化，完全是胡说八道造谣谎话，现在拿这个谎话天天在欺骗人民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嘛，当时的报纸当时的文件啊，所以说周扬的克服异化的道路就是1970年10月啊，这样一个接受文革以后的这样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啊，昨天我在电视上他突然看到，啊，听一个作曲家讲他创作那个，啊，一首歌《饮酒歌》，他的过程，哎，我一听这《饮酒歌》，哎，突然又提那个十月了。那这个饮酒歌应该是施光南写的啊，施光南写的，嗯，啊，讲那个十月，1976年10月，以后大家庆祝饮酒，嗯，啊，这就是改革开放的转折，历史转折点嘛，啊，所以说这样一些历史现在都颠倒了，啊，所以我说谈陶铸也好，谈周扬也好，啊，他们就是因为反改革的这样一种异化力量。打击才使得这样一个正确的声音给埋没掉了，啊，现在我们应该把它发扬出来，啊，虽然反思的几个大问题，啊，我们都讲到了，他的反思的所有这些问题，包括鲁迅，包括解放思想，包括异化人道主义，这个我们以后还要专题讲，因为那个问题特别重要，啊，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几个大问题都是内在联系的，联系到的就是契合改革开放这个新历史时代的主题，啊，就是说改革开放，啊，
要把中国改变现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它不是一个接班人的问题，不像邓小平讲的，我一出来我就在那挑选接班人，结果两个都不行，然后改成第二代、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他的这根本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嘛，他说，要解决的是党的异化的问题，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成为时间浩劫，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用新的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方法来完成这个，用改革克服政治思想经济的异化这个呢下面专题再讲那么我想谈我们跟周扬谈到的谈过的一些他的反思我就举这么几个例子。最后呢他讲到他想要做的三件事，这三件事，一件就是鞭挞自己的文集，他有一个很好的思想就是说我鞭我的文集，我过去写的东西说的话，对的也要编进去，错的也要编进去，而且一个字不改，都是历史的记录都是历史的记录他说错的我可以加上一个说明错在哪里。好，最后这个文集怎么样呢？没有照他的，有些人硬是不让他这边不能收，那边不能收。最后他这个中央文集是谁当主编？是谁呢？主编是王猛啊，王猛啊。哦，王猛。我觉得这个文集呢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图。那有些人我觉得也可能是考虑到他自己的。那么他就有的人不赞成说那篇，有的人不赞成说那篇。我看到过一篇，可能是王若水写的文章嘛，他说他认为还是应该收进去，但是呢最后都没有收进去，他说这个是违反这样自己的意愿的。不过呢好在文集还是出了，留下了至少是绝大部分的历史记录。这个多少卷呢？有多少卷？有七八卷吗？我现在也不，因为没看到，我这里呢我看不到。第二个就是整理毛泽东跟他的个人的谈话。第三个他是写 一部分回忆，除了回忆毛泽东的个人谈话，专门的另外还回忆一些重大的事件的回忆录。那我当时是有一个建议的，我说建议文集呢可以先交给别人去设计要整理，我觉得应该先写你跟毛泽东的个人谈话和你经历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因为这是无人可代。对啊，对 没有人可以代替的，而且你也没有是你在你的脑子里头的，可惜的很他过早的失去了思维的能力，就像陆定一讲，他是被气死。陆定一说他的身体比我好应该活得比陆定一长他完全可以按他监狱里头出来的那样一个经过了那个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迫害出来还能够有这样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到处演讲，当时他很积极他跟陆定一还不太一样，陆定一就是经常住院很少发表文章，他就是谁请他去讲话他都乐于接受讲而且放大胆的讲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无所恐惧的提出自己的观点，包括受到那种打压的时候的一种抗争所以他不是忧郁而死气死的这一点我觉得跟胡耀邦还不太一样，胡耀邦当时是
一种怨啊，一种就是觉得对自己的不公平。他最后不是讲吗？希望给我做一个接任我这几年，啊，当然他也讲我个人无所谓，啊，问心无愧。可是对这个，这些年，啊，不作为做一个公正的接任的话，啊，国家可虑。就说这个路线的问题啊，到底是我错在哪里啊？啊，说我什么反自由化不离，支持反自由化，啊，到底反自由化是对的吗？啊，最后当然他还不知道，没有他不知道，他去世以后居然还会发展到六十，不是，啊，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啊，那周扬他是确实是境界很，他的反思是境界很高的，不计较过去，放眼未来，个人都是置之度外。啊，他气势不只是为自己气，啊，为国家的命运气。啊，胡耀邦呢是为国家的命运忧，啊，周扬呢为国家的命运气。啊，这两个人，一个是忧时。一个是气势，因为他们原来都没有这种病啊，啊，那个胡耀邦身体好得很，啊，突然得了心脏病，而且得了心脏病马上就去世，忧虑而死，因为他们都是工作狂，啊，没有工作的时候更受不住，工作的时候反健康，这样也是那样的，啊，这样跟他一起的时候，啊，有的人跟着他去什么。海南岛什么去了三亚啊，想玩两天，这样一到三亚马上说我们回去吧，哎，已经到了。跟他去的那个我们中宣部的他的秘书那个谭小琴怎么啊，经常说他就是一到哪里就是工作，啊，读书不是工作，讲话就是读书，啊，所以说这两个人啊就被那些人啊，不干涉的，啊，专门那个挑人家毛病的人，啊，给气死了。那这正好就转到我们的下一个问题了。啊，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反有这么多的很好的反思，和这么多对他被曾经挨过他整的那些错整的那些人，他去这个向他们真诚的忏悔道歉。但是为什么这个邓小平和胡晓梦他们这些人呢，对他却是如临大敌？他们又是怎么样整他的？啊，我们在下面，当时我们在下面，1980年代初期，我们只知道他的那个在纪念马克思会上的讲话，啊，长篇的发言，还有在这之前在党校的讲话，后来就说有重大错误，啊，像那个，胡晓梦呢是写的那篇长文。好像是1984年的元月份发表的，啊，发表的长文就来批周扬这个批这个人道主义这个，啊，好像批的一点力量都没有了。是啊，是，但是他们是怎么整他的？恐怕有些情况您可能比较清楚。我们想跟我们的观众啊，请您跟我们的观众再详细的讲一讲。啊，我觉得他们整他是因为他们怕他的声音啊，嗯，啊，因为他的声音呢，我觉得。就是说他出来以后啊，虽然官没有官啊，或者只是一个顾问，他是个顾问嘛，啊，开始是社科院的顾问，后来到中宣部呢是个副部长。就我记得我曾经借调到中宣部工作的时候，当时别人就告诉我中宣部两个顾问，一个是周扬。那是不是晚一点了？83年的时候，嗯，83年84年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是廖景丹。就说中宣部两个顾问，哦，所以那个时候我没见到，一直没见到。那是后来了，后来他的那个是可能已经有顾问委员会了。对，啊，因为周扬开始到社科院是当顾问，嗯，后来胡耀邦当了那个宣传部长以后，嗯，啊，胡耀邦有没有让周扬当宣传部长我不知道，反正他也跟卢定义也讲过，啊，让他当宣传部长，卢定义说他不做了。啊，那周扬呢？后来他是愿意去当一个副部长，嗯，啊，后来他当了顾问委员，啊，82年嘛，当了顾问委员了，
那他不好再当副部长了吗？那他就叫既然是顾问委员嘛，他就变成那个中宣部的顾问了。啊，那么他的，我觉得他们怕的就是他的声音。啊，那从我的接触，周扬一出来工作，胡晓墨是院长，他是副院长，可是胡晓墨对周扬的声音是非常害怕的。我记得就是说周扬的讲话，我整理出来的不止我上次讲的那个鲁迅的那一次，至少还有一两次，反正只要是周扬的讲话，胡耀邦给胡晓墨看，可能是胡晓墨要看，都是被封杀的，他不愿意周扬发出声音，是吧？从鲁迅研究也是这样，周扬一要成立，他马上派人把权力又夺过来，就是胡晓墨跟周扬的矛盾，我们上次也讲过，50年代就开始了。对，胡晓墨跟周扬，像现在大家把胡晓墨捧得很高，我觉得两个人的思想景象、思想理论，是不能比的。那我接触到的思想理论水平高的，我觉得一个是周扬，一个是卢定一。我觉得胡晓墨被称为毛泽东的第一支笔，可是你回想一下，毛泽东要写重大的文章的时候，特别是国际影响力的有重大的文章的时候，他找谁？他就是找陆定一，就是找周扬，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那一篇，讲国际问题的、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那个对整个的国际上有巨大影响的，是让陆定一写的。周扬就那次提出异化问题的那一篇反修的，那次社会科学学部的大会上的讲话，让毛泽东亲笔改了很多次，那个是我在中宣部工作嘛，就是毛泽东改一遍传过来，然后传到周扬那里，我们当时都是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大家都在那里看，加了一大段，这又加了一大段。那这样一些综合文章，我好像不记得有哪一篇是胡晓墨写出来的。我在历史博物馆看到的鲁迅传的那个批判鲁迅传的那个社论是胡晓墨起草的，但是毛泽东把它改的，只剩下一些目录，面目全非，其他面目全非。所以胡晓墨很多都退的，还有人说什么毛泽东的诗词也是胡晓墨给改的，毛泽东的什么文章都是胡晓墨给写的，这都是退的，当时邓小平的文章都是胡晓墨跟邓丽群写的，那倒是事实，因为邓小平自己不动笔，邓小平动笔的也不收入文集，你看邓小平亲自动笔的就是给花公公的两封信嘛。所以说周扬为什么大家这么怕他，因为他是自己的思想，他深思熟虑以后讲出话来，这个话今天被封杀了，明天还会发生作用，所以他们要把他永远封杀，所以说这就是说这些整周扬的人虽然没有水平造谣撒谎，但他们很厉害，他们结成帮派，他们把一些领导人包围起来，然后呢进谗言，然后当然那些领导人引导到一个领导人说，周扬这个人就是要怎么怎么的，比如说他就利用这个东西嘛，那么异化，邓小平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异化，我只看见他的一句话，异化这个怪东西，这个怪名词就是让胡晓墨写文章，你要弄清楚异化这个怪名字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样会弄来啊？后来他说思考了半天，因为从那个周扬的送给他的语录里头在我们以后还要讲了，就是这些人怕，就是怕
他周扬的结婚，无论是思想解放也好，啊，延安整风也好，一贯也好，达到了他们的要害，啊，他们就是想，就是想什么，想异化，啊，明明共产党是人，应该是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啊，他们要享受特权，啊，所以这些人，那周扬要他做人民公仆，他不甘心啊。啊，其实对胡耀邦也是一样啊，胡耀邦把那些杨尚昆、薄一波这些人平反冤假错案出来，啊，那我亲自经历的就是，当时杨尚昆带着他的太太李伯昭，到互相互通胡耀邦的家里头，毕恭毕敬的，而且一开始就提出来，哎，你这个房子太破了，啊，是不是到中南海去？他那个是刚出来工作，还没工作呢，他也好像自己就已经就是恢复到中南海的那个主人了，他的办公厅主任了，他说给你找一个房子到中南海去。胡耀邦回答他，我这个房子我一直住到见马克思，当时就这么讲的。当然后来就是怎么会说回来搬到一个什么会计师胡同啊，天安门的中南海墙外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这些人想的就是，哦，你把我解放出来了，那我要做大官了，那我要感恩呢，啊，我也给你找个房子漂亮一点的，啊，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杨尚昆还没有回到中央，刚解放，刚开解放，具体职务还没有给他安排的时候，还是那个三中全会之前嘛。他就已经要，后来大概要到这，后来大概分配到在广东去了，对，习仲勋当正的，他当副的，对，这个就是说这些人他出来，他就是为了把那个文化大革命中失去的权利要回来不算，还要更大的权利，文化大革命中间吃的苦，还要补回来。我就看就是这个思想嘛，而且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到底吃了多少苦？那杨尚昆当然还是吃了一些苦，像邓小平，吃了什么苦？说是挨整了啊，把他驱赶出北京了，到了什么地方？在江西一个空军的，还是一个将军楼吧，一天坐两小时到一个工厂里头去。做那个车窗工，这就是吃苦了。那你看看周扬、陶铸这些人又挨打又挨踢啊，最后把人整死啊，能比吗？人家从来不替自己过去受什么迫害啊，你天天讲自己受什么迫害的，你去看一看他受迫害没有。真正受迫害的人，他不会一天到晚讲自己过去受的苦，他会放眼未来，他会关心我们这个国家，往什么方向前进的，这样一个。所以说，文革的灾难是什么？如何去纠正文革以前的历史错误？未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说，有一些人对自己过去做人民的主人啊，忘记了做人民的公仆，没有一点反思，还要继续做人民的主人啊，还要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周扬主张克服异化，回到人民公仆。邓小平就敏感，说反修文革就是从你这个里来的，毛泽东就是上了你的当，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这一条道路。你看这个1976年10月以来的历史，
就是这些人就是一点一点的把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啊这样一些建立了功劳的人一个一个的打下去，然后自己把权力提升自己的权力。现在不是大家讲三中全会吗？今年是2018年，那据说要大大的庆祝三中全会40周年。40周年。那我是很赞成三中全会，气候很好啊，民主的典范啊。问题怎么纪念啊？你纪念的民主的典范，还是纪念那个反自由化呀？关键就在这里。应该说，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时候，法国风，叶剑英还能主导的，所以那个时候，平反冤假错案，把那些人解放出来了，陈云、邓小平这些人。甚至于王震都做了政治局委员了，可是呢，当时华国锋还能主导，叶剑英还能主导，所以当时他们提出了一个，你们可以进来，但是呢，只进不出，所以一个也没出啊。四中还是叶剑英做的吧，主要报告了，五中。开始也是化野主导，那叶剑英已经看到了危机，提出了集体领导、集体接班、成立书记处，提出了几个年轻的常委，除了华国锋，增加了胡耀邦跟赵紫阳当常委，这样的原来是四个老的一个华国锋，一个华国锋，现在变成三个年轻的，四个老的呢，基本上现在，叶剑英、李先生都不是反对华国锋的，反对华国锋。只有邓小平跟陈云，所以当时叶剑英还觉得这个再成立一个书记处，这样呢就是，可以权力可以平衡了。华国锋呢就是把那个党的一部分力量、一部分权力呢交给书记处，然后把总理呢不要兼职了，因为当华国锋当时是权力太大，不是权力太大，职务太多，又是主席，又是总理。这个军委都是他，军委主席都是他，要把他分散了。分散了以后，当时五中全会上，那派也要加了，要加的就是第一批清军策，就是清华国锋的身旁的人，陈锡联、吴德。季登奎、李德生、苏振华这些人其实也不是什么所谓的是什么文革中间什么直升飞机啊，什么基德利啊，这些人都是也有相当老的，早就在文革以前已经是在领导干部里头，虽然不是高级的，是比较中就地师级吧，都是优秀的，被发现的，而且在文革中间都是能够接近群众的，能够检讨自己的，而且在林彪事件以后，已经毛泽东把他们提上来。那么华国锋的时候呢，又是在反苏联帮的时候主要的依靠对象。就是这些人，当然这些人对恢复职务的人来讲，是他自己获得更大权力的一个绊脚石。第一，他们年轻，比他们年轻一点，当然年纪也不算太轻了，都中年以上了。第二呢，他们的位置，政治局委员，这影响他们的那个更上一层的一个阻力。所以说把这些人清掉，当时还搞了一些什么东西啊？当时，特别是陈锡联嘛，因为
叶剑英一直说唱的好话的，他们搞出一张相片叫做八人帮相片，嗯，那正好除了四人帮以外有华国锋、陈锡联，嗯，还有那个王东兴跟那个毛彦兴，所以他们就开始在五中全会上把这一批搞掉了，那是五中全会是1980年2月，然后到了1980年的年底，就利用那个所谓讨论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硬要塞进一段，说这个华国锋主持的这两年呢，叫做台湾的两年。那实际上那两年话，胡耀邦讲过是在时代历史上开足马力前进的两年，这就第一批的人就去掉了，然后呢，华国锋把他去掉了，华国锋去掉，把胡耀邦提上来，胡耀邦当时地位也很高啊。第三任的主席毛泽东，不是三个核心吗？那个是三个主席啊，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啊，而且还兼总书记，然后华国锋刚搞下来，矛头就对准了胡耀邦，那么第二批针对胡耀邦也一样，清军车，黄镇清党校，邓丽群清中宣部，宋仁群清组织部，胡孝穆清人民日报，胡耀邦身边的改革力量也都清掉了。第三批就针对赵紫阳了，八九民运那更厉害了，坦克开进天安门，这干净彻底，就是通通清荒。改革开放，六四屠杀以后大清查，一网打尽。在这个流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那个腐败帝国，所以他们跟这样的对立在哪里呢？他们认为文革是错在民主，错在四大，错在自由化，邓小平讲得很清楚，他出来第一件事情就修宪去掉四大，他三中全会以后马上反对三中决议，打越南，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废民主墙，把民主的典范、党内民主典范、人民民主典范全部废掉，然后发动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80年到89年不到10年，三次权力斗争，斗掉了两个党主席，一个华国锋，一个胡耀邦，两个总书记，一个胡耀邦，一个赵紫阳，他的手段比毛泽东快得多啊！毛泽东，20-30年，还没有干得他那么彻底啊。当时毛泽东也搞了个天安门事件啊，天安门事件，76年到77年、78年，发公文就平反了嘛。好，现在这个天安门事件流了那么多血，到明年就是30年了，到明年30年了，也不知道哪天平反了。所以说他们就是要做这个特权阶级，看得很清楚嘛。现在那些人和那些人的子女现在不都是发财的吗？现在那个习近平反贪污，反到这个上就反不下去了嘛，就反掉薄一部的儿子，后来再没有了吧，后面没有大官的儿子没有了，最典型的就是那胡孝穆的儿子嘛，是吧？胡孝穆的家里的床底下收出几麻袋的钞票，当时胡耀邦，跟乔氏把他抓起来，胡耀邦一块来，马上就放出来了，而且又，现在到处都是，还抛头露面了，所以说这个分歧是很清楚的，
这些为人民的结局就是华国锋、胡耀邦、赵子阳、陶铸、陆定一、泽阳为自己的谋事的谋权的各个非法等等，王震可以做到副主国家副主席，邓丽君可以活到100岁，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以说说起来真是觉得很可笑啊，也很可悲啊，一个共产党只为人民服务的党，马克思主义党，最后搞成那么一帮人在那里作威作福，那不是异化吗？所以说这样的影响力啊还是潜在的确实像你讲的没有那么明显，是可是他打中的就是这个要害就像鲁迅的著作一样，怎么看那就觉得他打中的是中国的要害，那这样的他打中的是权贵的这样一个权力的，所以他们不能容，不能容怎么办？不能容你写文章批判了邓小平给了胡乔木时间他到1980年1月份还动员了多少单位才写出来，写出来没有影响力，说印几十万本发给每个学生一本一定要读，那也没用啊。阮明先生他有意外的访客登门，这个问题也没讲完，下次再接着讲。最近这前两期和这一期对阮明的访谈呢内容比较广泛，我在这里耽误大家2-3分钟再简单的归纳一下。前两期讲了周扬经过文革有哪些反思，这一期呢讲的是邓小平、胡乔木为什么容不得周扬的反思。在阮明先生看来呢，周扬在文革的批斗和迫害熬炼中反思了很多问题，他主要讲了三个方面。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对鲁迅的态度和对鲁迅门下弟子当时的排斥对像胡风啊、冯雪峰等人呢以及其他很多人的打击，他这个周扬呢做了反思和忏悔。再一个呢就是周扬对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刻认识，周扬认为这个是从上个世纪初以来第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当然是五四了，从中国传统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懂得了德先生、赛先生、平等、权力意识、个性自由等等。第二次呢是延安整风，虽然有很多争议，尤其是后来搞了审干抢救更是疑惑深远，但是延安整风他认为是从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教条统治中解放出来，认清了一切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周扬反思的第三个成果是关于文革的教训和中国发展道路，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周扬认为呢，毛泽东当时确实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异化这种危险，异化就是异就是标新立异的异，化就是现代化的化，就官员本来应该是人民的公仆，但是呢却蜕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主人。这样的话呢，毛泽东其实并没有看错，他错的是用文革这种形式发动民众起来打碎这个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甚至是更大的灾难。换句话说，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政治机器的严重病症，却开错了虎狼药，甚至开膛破肚要换心换肝，根本不可能成功。那么该怎样治疗呢？周扬认为应该走改革开放民主法治的道路，也就是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赵子阳他们这些人所探索的道路，来克服异化，防止异化。阮明说这是周扬总结的文革的最深刻的教训。西方有句俗话1000个观众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也可以说有1000个文革的亲历者就可能总结出1000种文革的教训。邓小平、胡乔木他们总结的文革教训就很不一样，
他们认为文革的教训就是不能搞大民主自由化。阮明说，因为这些人呢，他就是异化的产物，就是特权阶层，所以毫不奇怪啊，他们对周扬提出用民主法治来防止异化如临大敌。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阮明先生精心备课，感谢观众的收看和鼓励、批评和鞭策，也感谢我们电视工作人员在幕后默默的辛勤劳动。好，